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法轮大法神奇系列节目了。光宇你好。哎，雨欣好。大家好。是光宇哈，这个上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这个 Casey 呢，他听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半个小时，他这个腋下的囊肿呢就瞬间消失了。哎，是。那接下来呢，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折磨了这个 Casey 啊12年的这个病魔深度的精神忧郁症会好吗？哎，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神奇的话题，就开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吧。完了以后，那天晚上就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我右腋下这个囊肿就没了。第二天就跟我同事讲，我去完法会，囊肿都没了。98年的时候，我回去探亲，我大伯就送我一本《转法轮》。我说法会上我都见过你师父，他说啊，你这么幸运，我都没见过我师父，你见过了，真的很幸运，很有缘分，你就学吧。然后我说我不学，我是基督教。后来我学了转法轮，我真的是很脸红。他就说，那你这样子吧，把这本书送给你爸看吧。那我就遵命了，我就把书带回来给我爸了。然后我爸就很高兴，然后就看了。在看书的过程中，他中学小时候就有偏头痛，疼得他呢，就是每次发病的时候又吐啊，又吃不下，喝点水都吐，就疼得他止疼药也不好使，找了很多偏方的医生啊，什么都试过了，但是都不行，都治不好。但是就是在98年看了转法轮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就消息了，止痛片吃了几十年了。他发现不用吃了，他头不疼了。然后我爸就很急啊，就说你赶快帮我找那个他们的练功点吧。我说好好好，我有空才跟你找。我一直拖，拖到99年的4月。然后我爸说你赶快跟我找啊。然后后来我就找到我那个同事，就跟他说。我那个同事呢，就是说啊，很好啊，哎，你就带他来我们那个学法小组吧，然后我就带他去学法小组了。然后去了小法小组以后，我就把他放下进去，我就在车上等他，1个小时不出来，2个小时又不出来。然后我就急了，我就进去了。哎，爸走了，很晚了，不要再待了。然后我爸就不愿意走，他说不要，他们还学法呢。后来我那个同事就说啊，你也进来吧，一起学吧，你不要走了。然后我说我不会读国语，然后他说嗯，广东话也可以读，你读广东话吧。我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以后就是刚好他们读到施以德的那个第四讲。施以德在修炼界经常谈到施与德的关系，常人中也。他们在读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打开书听他们读的时候，我眼泪就是在那眼眶里面咚咚咚咚，然后呢，我都看不清那个字，
就模糊了那个字，但是我听着他们就一直想哭，一直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容易的学完法了，然后我就回家，在车上我就跟我爸说，爸，可不可以先借你那本书给我看看，我想看一下。然后他就盯着我看，你看书？我说对呀，给我想了解了解。然后他就，我就回家，那天很晚了，但是我还觉得不行，我还想看，我很想看。然后我那天晚上就真的没睡觉，我都不知道，要一拿起来看，看到天亮了已经。看完以后，我就感觉哎，很舒服，不觉得困，一晚上没睡都不觉得困了。就很舒服的感觉，就真的是这个感觉是觉得是久违了。你知道，这么就是那种忧郁症啊，你连的我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了，但是我一看了这本书放不下了，我就是它能够让我就是那个心的平静，我那天早上那心非常平静，我久违了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得到这种平静了。然后我的心总是这十二年来总是这样子揪啊揪揪的，我心这本书让我就是真的平静下来。这十几年来无时不刻的在这个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中煎熬着，重度的这个精神忧郁啊，使他多次想放弃自己的生命。可是当他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心呢突然平静了，他说他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啊，仿佛呢有这个重生的这种喜悦。对，那这种重生的喜悦和幸福感，就好像在这个寒冷的漫漫冬夜之中啊。突然看见了明媚的春光一样，他就很想把这种温暖的传递给所有的人，去温暖那些还在寒夜中的人们。是，正当他获此法宝，人生的新起点开始的时候，中共这个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这个残酷的迫害开始了。那么 KC 呢，他切身的体会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一直就是不放的这样读啊读啊，还上网每个讲法我都读，这个太震惊了。然后我就到处告诉我的亲朋好友，告诉我的什么人都告诉，连教堂里面的人都告诉他们，这部法真的很好啊。没多久呢，就是425就来了，不到一个月，好像三个多星期吧，两三个星期
以后四二五就来了，要四二五一来呢，那个些朋友呢就打电话告我，哎呦你小心啊，就是在大陆什么什么，就是法轮功怎么样。因为我当时只是了解转法轮，讲得非常好，使我心里很平静很平安很祥和，但是突然间来一个四二五，我都还没就是反应过来，但是我就觉得我跟那个朋友说，无论如何这本书这么好，我不会放弃，这个很好，我就回答他们这样子了。然后呢没有多久就720了，哎呀721到的时候我就有了那个看的多了嘛，学法学多了我就知道了，我就那个媒体那个星岛日报有一个就是星岛日报在旧金山那个，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工作，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不是信法轮功的吗？你可不可以采访你啊？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接受他们的采访。然后当时他问我，哎，你对法轮功有什么看法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法轮功是不是中共讲的那样啊？我看过他们的书，他们都是教人做好人的。现在世界上这些人都败坏到这个程度，然后只有法轮功是好的，就是。就法轮功会带来这个世界上就好的一面嘛，我就讲了这个，他们真的登出来了。对，是他用我的名字马小姐就把这个登出来了。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家里学法，但是没练功，一直学法，因为我看到他法真的很好，让我的心很平静很平安。这么多年来我真的没有感受到，很久了，是12年了。得了法以后我心里很平静，我妈也看到了，就说发病率少了，好像一个星期哎没事了，哎很好，然后一个月哎没事了，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次，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呢，就是不知道小孩就有点事碰到我什么撞到我了，我又大发脾气了。我在发脾气的时候也是疯掉了，也没有理智了，然后我就又昏过去了。昏过去以往我妈妈就是我昏倒的时候都插人中我醒过来的，但是呢这一次呢他们插人中也醒不过来了，然后没有办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我爸我妈就想起来了，我就有我们师父讲法的录像带，他们知道我常常拿来看的嘛，然后他呢就放给我了。然后呢我的意识中呢就有一念说，我不能自杀，我师父讲呢自杀会就杀生会有罪的，然后我就醒过来了。是反正法修炼都是绝对禁止杀生的，我妈都觉得很神奇，我妈讲给我听的这段，我妈都觉得很神奇，她没吭声，她就看着我，哎，跟我爸说，哎，很神奇哦。然后我也好像没发生什么事，很精神，就去洗澡了。洗澡以后，往时呢，我发完病我就很颓丧的，就是心情虽然那个清醒了，但是心情很颓丧。但是这一次不是很精神，然后呢？第二天去工作那个interview 见工，然后也得到了那个工作了。然后呢就是从这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陷入那种什么忧郁症啊什么的，没有再发过病了。14年过去了，再也没有那种什么忧郁症啊，全部没有了。
光宇哈，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以往呢，他犯病的时候呢，他妈妈都是掐他的人中，对，他会苏醒过来。是。可是这次呢，他妈妈是怎么掐他的人中，他也醒不过来了。哎，那醒不过来意味着什么？对呀、啊，结果他妈妈在情急之中啊，马上就开始播放法轮大法创始人这个师傅的讲法录像。对。结果录像一出来。立刻他就活过来了，又对，活过来了，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不怪他妈妈说，真是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是。The Casey 呢，在上集节目他有谈到说，他的忧郁症啊，给他的家人和孩子造成的这个巨大的伤害。那么 Casey 他好了之后，他的儿子怎么样了呢？他的家人又怎么样了？那接着往下看。还有我儿子，2006年的时候，就我是然后我儿子呢，我心情好了，我儿子也跟着心情也慢慢好起来。他看到妈妈笑，他看到妈妈开心，他也慢慢开心起来了。我呢，有时候还跟他分享一些转法轮里面，他还小嘛，然后没有那个，但我还是跟他分享我学法得到的，就是的东西给他，跟他一起，然后就。整个过程，我爸妈就也开心了，看到我这样子，知道法轮功好了，我就很堂堂正正的去学法呀，看书啊，这样子。到2006年的时候，因为天国乐团就是成立嘛，然后呢，我儿子也加入了天国乐团，我也加入了天国乐团。那一天开始，我儿子真的变化很大很大。一直以来，我儿子就是学法练功，天国乐团从来不落下一次。我跟他练习也好，去游行也好，一天没落下，去哪都去。然后我妈我爸很惊讶，你们俩都这么好。哎呀，就2008年的时候，我妈妈真的，他们都很感动，非常感动，很谢谢大法，非常感谢大法，把我跟我儿子救了。非常感谢师父，你把我儿子跟我都拯救出来了，从这么苦难的日子里拯救出来，把幸福和平安带到我们家里，非常感谢师父，谢谢师父。人生的家庭充满了平安、祥和、欢声笑语，哇，多么美好的画面啊！什么是幸福啊？这就是幸福。是，当一个人懂得了人生的意义，获得了人生的真谛，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呀，能够带给我们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宁静，以及超越一切的美好。是，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能对那些还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的人有所启迪和帮助。哎，相信电视机前的您和我们一样，也感受到了那份拨云见日、重见光明的神奇。是，接下来呢，根据 Cathy 的这种病情呢，我们听听医学专家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请到了杨景端医学博士。杨景端医生呢，他是一位美国精神病学的专家。杨医生您好。杨医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呢，像 Casey 这样的病情啊，您觉得能不能治得好呢？从医学上讲呢，像他这种比较复杂的一种慢性的精神疾病，表现在有抑郁的情绪，表现在有冲动的行为，表现在有自杀的倾向，那么甚至还有意识上的障碍，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根据这种他的描述来讲的话，那么他比较像一个比较严重的反复发作型的抑郁症，甚至会有一些幻想啊、幻觉啊和妄想的这种精神病性的症状，特别是他有意识丧失的部分。那么从治疗上呢，这都是非常非常难治的、难以根治的疾病。那么如果我们用抗精神病的药物，或者是抗抑郁的药物，或者用抗癫痫的药物，那么它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症状，当然它要承受很多的副作用，那么要想根治呢，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杨医生啊，我不解的是哈，为什么在他昏死的情况下，他听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人就马上苏醒过来了？18、9年过去了，从此以后他这个病情呢再也没有发作。像他这种情况，在这种只有通过这种在修炼或者是在读到这个转法轮的这样一个反应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应该说是很难解释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比较神奇的一种事件哈，所以呢我说医学和神迹啊它是有区别的，医学的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重复来做，大家都可以学了就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神迹啊它要发生了都是难以用简单的医学上来解释。比如说他在第一次听这个李洪志老师的讲法的时候，他的腋下的这种囊肿或者肿块就消失了，但是呢在医学上来讲呢，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事情，不可解释的事情。那么至于说他在昏迷的状态下，然后呢让掐人中这种非常强烈的，我们传统中医的用一种急救的方式都不能够将他唤醒，而在放这个李洪志老师讲法的时候，那时候他就醒过来，那么这也说明就是说他的现在的这种反应，他不是一个常规的我们可以用常规的医学来解释的一种反应，只能说他我们认就是中医上讲这是一种神志病，精神神志病。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解释的话哈，这个人呢他有这种四个部分，一个呢是人有身体的这样一个结构啊，第二个呢身体呢有一种生物化学的这内容在里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气和能量啊，但是呢这讲的都是人，都指的人这个人体，但人之所以是人呢，它还有一个精神，有个叫这个修炼人叫元神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么他像他这个病呢实际上是元神出了问题是神志病，中医讲的神志病，所以呢你要让他用元神唤醒，你用一般针灸的方法，针灸是治疗气的对吧，你要药物的方法，药物是治疗生物化学的是吧，你甚至开刀手术那是治疗结构的，但他的病根在神志上的话，那你只能用能够唤醒他的神志，或者让他的主元神这个意识比较清醒过来的这种方法。那么李洪志老师的讲法显然呢对他来讲起到了一种唤醒他的元神，唤醒他的这个意识的作用，所以呢他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比较神奇的效果。所以人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我们医生能做的事情都是很表面的很表浅的，当这个问题根子出在这个神志的时候意识水平的时候，那我们的医学的手段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发生在很多修炼人上的这个在这个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的效果呢，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出现在对他的意识和神志的一种根本上的一个作用才产生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效果。
因为人的这个灵魂和思想啊，它对人的整个的行为和情感，继而对他的生理都起了最根本的作用啊。所以呢，就是说这就为什么这个修炼呢，就是修这个人的这个元神的这样一种方法呢，在健康方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再见。